来班机还要等一个小时。这边人没有很多，然后里面就是安检。一个巧克力的冰淇淋，那还有一块面包，然后新加坡的飞机餐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冰淇淋也是。终于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机场，然后我大概花了13个小时在搭飞机。真的很累，我现在准备要去拿行李。先确认一下我的行李还是几号。好，到了，然后就是这边18号。